睡弟弟的妈妈呀。你帮弟弟呢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姐姐。等一下，自己帮弟弟。你们要干杯吗？嗯。来，喝水。干杯。你不要摸哥哥鼻子，佳佳。谁？佳佳。哥哥。妈，抓佳佳啊！啊！佳佳。那你看弟说什么？你问他姐姐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姐